的仇，这一次握紧命运却不低头。天黑已难受，无谓的梦等谁成就，风雨聚散孤帆摇曳的浮游。身份在荆棘上孤身的花朵，鲜艳被刺破，却让我渡边街上出逆风飞翔的明早就到琼州了，夜雨颠簸，这渣子明日再行红房啊。一日自有一日之事。海关小心！刘柱，到侄儿房间看看去。是。我收拾一个人，为什么找出了长老？岳父岳使和我们这些出卖力气的有什么相干？把他降不下来，兄弟们命都没了。还不赶紧回去，放回去，别走。
许多年以后，我还记得这情形。暴雨将天与海缝在了一起，泰山一样大的浪头先上天际，又被紫电劈开落回海里。那是年幼的我所见过最壮丽的风景，并在其后许多年的困顿人生里被我反复回忆。姑娘，沈家明天就来下定礼了，你怎么下？你怎么还有心思捣弄这些废铜烂铁的呀？这定礼是父亲母亲接的，与我又何相干？那你连这沈家大郎是高是矮是扁是圆都没见过，您就一点都不着急啊？祖父说他很好啊，你不是也替我相看了？哼，长得倒是挺俊俏的。那好看也不盯饭吃啊，姑娘，这是您终身大事，您还是得操心的。既是父母之命，操心又有何用？莫说是下定，就算是成了亲，我也还是做我的事，你也还是做你的事。只要我不在意，便不是大事。哎，小心啊，小心！让他们把这边弄得好一点。是。你们两个，赶紧的。哎，小心啊，小心。是是。姑娘，你在看什么呀？你说这一进进的院子像不像是笼子？不像啊，我见过菱格养鸟的笼子，四圈是圆的，上面还带了一个盖儿。咱们这院子也没盖儿。没盖子也飞不出去啊。姑娘，照往年的例，宫里该赐桃符了，老夫人夫人他们都在城垣里等着金玉赐呢，要不你也去看看。他们都去了。嗯，来的时候正撞见三姑娘和四姑娘他们也都往园子里去呢。走，我们去西角门。汤炖好了。福东，哎，你们干嘛去？你先放着吧。那汤怎么办？放着，回来喝。钟叔，久等了，我娘他们去城垣看戏了，咱们走吧。什么？天黑了一定要回来啊？听你的，迎春，你守着角门。姑娘小心。哎，照顾好姑娘。哎，陈姑啊，一定要把车窗关好，千万不能让生人看见啊。你的账就算不清了，拎着你的狗脑袋回去算清楚了再来报我。是意思，小的这就去。丹夫人，城外的郭庄头、刘庄头来了，都按着在外头吃酒呢。这是进来的足袋。这字小的跟苍蝇屎一般，你念来我听。是。沙河庄白糯米20斛，碧糯米10斛。你且等等。许多的炭盆放我跟前做什么呀？还嫌不够烟熏火燎？老夫人片刻便到，要坐在这儿，做事都不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。这南方的冬天可不比北方，腊月里还绿树成荫。动作快点！我好闷啊！我扶夫人出去透透气吧。大嫂，老夫人马上要来了。还是别走远的好。玉娘，你是不是也热了？二嫂是觉得热了吗？
是有点。哲贵，去把窗户开开，没听见夫人们都喊热吗？是啊。快打开呀，没听见吗？哎，真凉快。烤炭火何该吹冷风，比热烘烘的闷着做蒸饼啊，畅快多了。老夫人来了。呀呀呀！跑什么跑？慌里慌张的，若脚下不慎跌破了面皮，试举就不用想了。走走走，去玩去。老祖宗，你管他们做什么呀？这些小猢狲跌一跌，长个头。宫里还没人来，这会儿还没，恐怕要到夜里桃符才到呢。要劳您跟我们这些小辈耗着呢。岁数大了，叫少，不碍事。您真是王母娘娘的精神头，我们啊是比不过。你呀，就是嘴巧。今年呢，二老爷、三老爷都蒙圣恩提拔，媳妇呢就找了一个好的戏班子，在御前献过艺的，多少人家都抢不着。过年图个吉利。劳烦您替我取办，再把这个图纸交给铜匠，让他浇铸。好，若是有不懂的，立刻来问我。这是定钱。哦，好嘞。奉旨搜查，不站在原地不动，接受排查。你，别动！别了，过来。这官家巡历，像是在搜街，也不知道抓什么毛贼。不对，你看队尾还有一个人。过来，抓错人了吧？走，这边。快，这边。啊，那人是做甚的呀？怎么差点手不出力啊？是吉秀司的茬子。啊！都给我查清楚了！都给我查清楚了！我小时候一哭闹娘就说查子来了，查子来了！现如今算是见了真面目。他们平日不露头尾，只为官家做事。那咱们老太爷、大老爷、二老爷、三老爷不都是替算计官家做事吗？我的菜呀，我的两大菜呀，还不如把我给打下了。我的两大菜呀，这些钱你拿着，早些回家去。饶你好心，定有好报，定有好报。哎，你们轻点，轻点啊！哎，这图纸哪来的？刚才那个老人家。拦住他！是。等等。下来。大人。车内乃我家小主人尚在闺中，不便露面。老头看明白了，就是郡王娘娘王孙命妇来了，我也得搜。来人！来，请教诸位，大庆刑律537条，我是触犯了何条何款？劳烦众位兴师动众，当街捉人。啊！我当差这么久，倒是头一次听说有人敢跟七秀司谈刑律不刑律。原来是七秀司公干。听闻御史中丞花公本院连奏三本，
揍的就是你们七秀司。今日看来，这札子你们吃的不远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不是，哪儿来的刁女子敢妄议朝政？这图是不是你画的？暗中交接这种古怪物件，不是图谋不轨，意欲谋反也不可知。你既不知，何不问我？倒来罗列罪名。不是不是，下来下来下来，我自会问你。好。在下陈默，娘子勿怕，我来送他领吧。今日竟无耻到逼迫一个闺阁女子当街抛头露面，哪来的愣头青？怕是要惹祸上身。郎君还是让开吧，我清白无愧，不怕与他们瞎扯对峙。万万不可，娘子方才言及刑律条数，竟是我所不知，在下心中钦佩。堂堂七尺男儿，今日若护不住一弱女子，还有何脸面立于世间？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太府司卿沈家的郎君。正是。姑娘，沈家大郎沈琪，我说听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是明日要来下聘礼的沈琪。那既是沈家的郎君，不可怠慢。来几个人，把沈家郎君插出去。哎，是是是。来来来，哎，放开，放开我，放开我。天子脚下，竟无一个理子可讲了吗？官家以下，七秀司就是理，就是法。斯文扫地，何其悲哉！今日你们除非从我尸首上跨过去，否则别想侵入这位娘子。你是何人？原来是个向风同屋啊。他怎认得？什么玩意儿？一种仪器罢了，能测风向，知气候。哪儿来的什么同屋？净瞎说！哎，在这儿呢，同屋。不是我说，你这打扮兵不兵烈不烈的，不是皇都人士吧？小人却是京中人士，只是多年身在行伍，赶着归家探亲。当兵的，凭证呢？即在军中，并无凭证。面不改色，行啊！我看他们与谋逆无关，你倒是有些干系。来人，搜！是是。刀刃锋利，官爷小心伤了手。带回七秀司审问。是是，住手！这位医师又犯了何罪？你们要将他带走。沈郎君，你听好了，王都有人私铸兵器，疑是昭国细作，七秀司奉皇命抄检。此人来路不明，身怀利刃，难道你要为他做保吗？没想到，如今轮到七秀司横行皇都了。带走，走！我要为他做保。我随你们去七秀司便是，不必大动干戈。你可知七秀司是个什么所在？便是铜皮铁骨也没有囫囵出来的。郎君手上有冻伤，想必来自昆山以北极寒之地。姑娘神机妙算，你拇指上有茧，虎口有疤，
这种拉浆挽弓的痕迹是北营军中的习惯使然，想必你在北地勤于骑射，弓马娴熟。姑娘谬赞。昭国人用弓皆是三指拉弦，与你的痕迹截然不同。他身上这件坎肩是火熊皮所制，昭国人尊熊为神兽，定不可能剥皮之意。这些皆能证明他来自大清北地，而非昭国。在理，在理，不可冤枉了这位义士。七秀司敢行杀良冒功之事，就不怕明日又被弹劾到官家面前？不是，小娘子，你是谁呀、啊？我家姑娘乃花相公之嫡孙，花舍人之长女，高门贵秀，尔等也来敢问姓名？哎呀，你看，这不误会了吗？原来是花家姑娘，难怪慧眼如炬，是小姑娘养不住了。那这人你还抓不抓了？姑娘说笑了，你这等无名小辈就不配进酒。那什么，姑娘，我还有急事儿，那几条街还得查呢，我就先走了。您呢，赶紧上车，给位先白看去吧。走，走，快点，快点。开车，开。多谢。是我该谢谢你才对。花家长女是他，沈家大郎，我家姑娘让我谢谢你，天儿怪冷的，您赶紧回吧。哎哎，姑娘，你觉得沈家大郎如何呀？的确是个赤诚之人。你喜欢就好。嗯。钟叔，加快几步。郎君怎么不骑马？这马老了，伴我北上又载我南下，这次回来赶得及，他伤了筋骨，这样走他好受些。你一路及时回京，可曾翻过驼驼山，渡过苦水河？眼下这月份，苦水河一定碧烂一片，哪怕是驾车匆匆走过，也一定忘不了那景色。苦水河早已干涸多年，其实北地人知道的也不多了。姑娘说渡河，应该是多年前了。是。姑娘身在闺中，如何知道这北地风物？我并非生来就在闺中。告辞。真见过你跑车的冰河呀？我这咱们这皇都冬天了，树叶都还是绿的呢。皇都风厚温暖，地处东南，往北走过了江，河水才会结冰；往西走，还有大漠孤烟，雪花飘落，人烟断绝。可是我回皇都住了这四年，再也没有见过落雪。那傻孩子，若不是家里贫穷之极，谁舍得送去学白皙？二嫂子，何必看的薄礼呀、啊，这么严呢、啊？戏也不让看，玩也不让玩，连房里的丫鬟也是胖的胖，麻的麻。你要养出圣人呐、啊！三嫂这就不懂了，贵贱有别。我们家李哥呢，要离这些人远远的，免得日后什么样的人都能娶进门。
刘进，这衣服穿得太久了，换件新的吧。还可以再多穿几年呢。爸，父亲这些年巡查在外有所不知，京城的官宦人家过年啊，没有不请戏班的。乡音尚未全改，京城里的奢靡习趣倒学了个七八分。一年到头府里就过年热闹几天，花销也不算太奢。除了四弟，我们兄弟三个如今都已入世，父亲不必太过节俭了。哦，对了，过年这几日可有礼物送到府里？儿子谨遵家训，无论朝政、京中、礼轻礼重、何种名目，一律谢绝在外，没有进到府里的，只自家庄子进了苏丹。还有您的门生于正尧、陈志送来的贺帖，我跟他们叮嘱过，只收贺帖。沈家大郎还没进贺帖，大约明日同侄儿都定你一起送来。嗯，父亲，天都黑了，官家这时候召见，会不会是为了立储之事？听闻官家年轻时就常与百官夜谈政事。今日不同。哦，老二老三呢？哦，车都备好了，二弟三弟在门口候着呢。好。老祖宗，今儿交年节，明日沈家来定亲，又能热闹一日了。林珠，去把装订帖的匣子拿来给老夫人看看。是，不必了，你看了便是。大姑娘定亲，到劳三婶母操劳。有劳三嫂了，要是有我能帮上的。你能什么？跟个没嘴的葫芦似的，身子还弱。你能指使下人做什么？平白添乱。大嫂子呢是个清闲享福的命，万事不劳心，哪像我黄柏木做庆锤子，外头体面里头苦，生完一个又一个，这儿女债啊没完没了。纸姑娘呢也随她娘，是天生有福气的，家里一群女孩，偏她是长姐，凡是占个尖儿，就说沈家这样的门第，同我们也是世交，眼珠子似的养出的一个沈大郎，给侄儿摘了去，这不就是有福气吗？哎呀，灵儿有才情，琴儿有绣工，荣姑娘脸蛋讨人喜欢，这管什么用啊？啊？可不是，我听说咱们林姑娘的诗啊，在京里边是独一份呢。那些开雅集的举人秀才，读了之后都佩服得不得了。谁稀罕什么臭男人来读？要不说是天生有福气呢，若是生在平常人家，就纸姑娘这般厨艺女工一概不通，恐怕是啊要出阁也难呢。这谁叫咱家姓花呀？我是担心她出了嫁要吃苦头的。哎呀，老祖宗放宽心，您看咱们四弟妹刚来的时候不也是个喝露水的神仙美人，如今哪什么都学会了，就差给老四添个小郎君。老夫人，媳妇定会好好指导她的。别拿空话哄我了，你若能教导她，何必长成今天这副性情。她人呢？我下午在洗脚门看到她出去了。带他回来，让他来见我。是。华公。大人。哎，沈公何时慌张？老哥哥，今晚你我可都小心点啊。
清门官家盛怒，不仅召集了文武大臣，献王惠王都来了。更有传闻，连北边那位灵王世子都被密召入京了。这位世子可是先帝嫡孙，看来今夜绝难善了了。问世子安，官家在成禄宫等您。陛下，世子到了。黄伯父。比伯父都高了。哎，今晚有件事情你可以听一听。今夜召众卿进宫为两件事：一，立储；二，齐秀司之前所查之私铸案，这今年还没过完呢，你们劝朕立储的闸子就快把朕的案头压塌了。看来献王颇得人望，惠王也不遑多让。儿臣全然不知，儿无意与兄长相争，请陛下明鉴。三弟这是什么话？储君之选，全关圣旨，与你我正不正何干？那你们觉得这立储与私铸之案有何相干呢？儿愿为父皇彻查此案，上安圣心，下辅朝廷。齐秀司无人了吗？要你一个皇子查案，你们两个下去吧。说来有些奇怪啊，花卿一向敢言，屡以忠言面刺朕之过失，那怎么这次私铸案竟一字未上呢？哦，难不成是全天下都想错了？还真有花卿不敢言语之事啊。不管两事相不相干，陛下只信姬秀司之言。无论立献王还是立惠王，陛下也只当是自己家的私事，臣见与不见都一样。那七秀司是朕一手创办，不该信吗？献王、惠王是朕的儿子，难道不是私事吗？什么时辰了？刚到虚室，御赐的桃符还没到呢。我问的不是御赐，老太爷去宫里了。老祖宗放心，老太爷从前也在宫里留过宿。颜珠，把温着的燕窝端给老夫人。我这眼皮老跳。陛下息怒，莫负誓言，福王陛下恕其狂妄，差其忠心。你住口吧，庸弱之辈，跟你老子比你差远了。花卿接着说。姬秀司罔顾国法，私刑滥杀，使朝野惶惶，百姓战战，储君之位迟迟未定，皇子们争斗不休，臣子们捧笔为奸，各为其主，请陛下为社稷念，为苍生念，早日离弊剃度，择定储君。天下为主，君为客，君所经营者乃天下也，又岂可仰拥为天下之患，使天下视为己私？花议政，
陛下让臣言，臣不敢不言；纪言，不敢不纪。看来还真是没有你花玉正不敢说的话呀。花玉正，你知不知道朕忍了你很多年，你仗着所谓的骨梗清明，煽动天下士子奉你为领袖，但你忘了，大庆国姓顾，不姓花。朕今日就成全你，清之三族，俱革职，及其家留袭北地，永不续用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息怒，陛下三思啊！臣领旨。陛下恕罪，陛下，陛下恕罪，陛下，陛下恕罪。花玉正老了，顽固不化，还好有一位肱骨之臣能与朕说实话。嗯，你们可知朕说的是谁呀？他对你们每个人都了如指掌。成天四年、九年、十一年，先后有五位宰相被收监抄家；成天十七年，齐王谋逆被废为庶人，都是他的功劳。今日，朕就让你们见见他。长清，宣七秀司使齐如海进殿。右司使齐如海参见陛下。司助案有结果了吗？臣已查明幕后主使乃灵王世子顾偃熙。茶叶或粗剪，滋味乃春天。